你找了，你已经在这里找很久了。我记得就在这里的。可能没有啊。时间久了，有可能被风吹走了，找不到是很正常的。曼桢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相信我们许的愿不堪一击，连一点残留的希望都不留给我吗？不会的，曼桢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多担心你离不开石府大门。 我不是催使你，也不是赎回，你担心的那些全都不会发生的。我们面前的路还那么长，我本想着，如果连翠芝这样的大小姐都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，我们还有什么可畏惧的？可是现实告诉我，不是努力就可以走得到彼岸的。生活中有太多的智慧，现实那么多险阻。 不会的，我们不是赎回跟翠芝，你害怕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，但是不会发生的，那是他们的爱情，不是我们的，相信我们。我不是怕石敬轩，我怕翠芝。 你看他进来的时候看我的眼神，就像是告诉我我们输了。顾曼桢，你输了。我们在这个年代是不可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的。你只是一时气馁，失去了信心，这一切都会过去，会过去的。石君。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开，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告别。我不会留遗憾，不会留悔恨，我会祝你幸福。我不要你祝我幸福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从我这里挖走了真心，我怎么可能幸福呢？曼桢，你忘了吗？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 你问我，我会不会后悔？我不会后悔，我要跟你结婚。我们现在就结婚，现在就结婚。你知道是不可能的。只要我们还在这里，只要你还在石府，这一切都不可能的。曼桢，让我一个人。 曼桢。